好，我们接着上一讲哈。一个道理呀，如果我们对于一件事情做一个深刻的思考，如果我们的观念正确，做深刻的思考，就会产生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这个正确观念会辅助你这个观念，所以学佛的人到最后的观念是全部会一致。所以如果你建立几个正确观念，它可以帮助你不至于掉到有一种偏差的观念，它比较不会出来。比如说我们讲说我们早上谈，假如你的无常，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无常特别强调是要在你的这个一切因缘当中观察法本身具有无常性，离开一切法没有另外的无常。那这个这样思考啊，因为我们现在讲好像下面就觉得好像我们也不会这么认为，有的人会这么说，我可能不这么认为。但我也讲话，我们其实在接着无常的逼迫，这个无常的逼迫，因为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不是无常怎么逼迫，并没有另外一个无常逼迫。因为我也不是有一个无常的大鬼在追着你，是你本身的无常，没有另外一个无常法，也没有另外一个死法，也没有另外一个生法，所以这个无常是在这个现实当中我们体会到的这种无常性。无常不会造成什么东西，无常不会伤害，无常只是一个现实，无常只是一个现实。所以我们不是有另外一个无常法会破坏任何东西，是本身任何东西，因为它是怎么样，它是因缘生会变化，它本身会变化。那我们会觉得它破坏的原因在哪里，是因为我们对一个东西的执着。你不执着它叫做变化，变化跟你有什么关系？就像我们的生命，我们会有恐惧是因为我们的执着，或者它只是一个变化，或者我们只是一个变化，对一个无关于我们的事不关己的东西，变化就是变化了。是我们有所得失，变化才会有好坏之分，是不是？所以其实并不是无常可怕，是你的执着可怕。所以你的执着，你对一个东西本来是无常，执以为常，这个执以为常被无常破坏了，你生恐惧，懂吗？包括我们这个身体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也都是随个人的业力习性形成这个因果。今天我们怕生命短促，其实这个生命短促，从生命的生是你的执着，短促是过去造业。那过去造业都是长寿，今生如果你不造这个恶业，它也不会短命。那你之所以最整个源头出在哪里？出在我们愚痴颠倒，形成有法生有爱取有才生。在佛法里面，这里面有个我们爱取有，这个我想在座知道哈，爱取有生。所以从一开始我们讲生老死的生，一开始就是众缘生，所以这个生注定必然无常。所以它的有还是因缘，它的灭因为因缘。
所以他会如何的生命是本质自己造的，没有无常破坏它，是因为你本身造的业就带无常意在里头。那为什么会造这个业？正因为不了解无常，执着众缘，以为有身起颠倒造业，才有这种颠倒生命的身。而这个颠倒生命的身就具有无常性，因为它是众缘身，所以不是在畏惧无常，是应该要觉悟无常。没有无常破坏你，会破坏的只是你自己的挂碍，你执着有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不是无常破坏，因为它不是有另外无常破坏，是你本身生命本质众缘生，生命所以必然无常。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是，所以这是一个连结，对不对？我们因为不了解无常造业，才成就一个无常的生命。那因为对无常生命不了解，执着才生恐怖。现在不要去怕无常，应该是观无常。那因为我们现在还执着，就跟你讲啊，是利过迷以垂涎。这时候你就不要只是一味的一直在努力的修，却不知道真正修。因为讲这一步论，其实它是要你觉悟。那我们是听了很多法觉悟了，开始精进，却方法又走错。我们不是会精进，但没有找到源头。最大的源头是不能观一切法空义。所以我们早上不是谈吗？一切贤圣啊，都是说依此一中得利益故啊。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到的最根源的问题。好，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下手就对了。我说你惶惶终日一直在紧张，一直要用功，你的用功并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你的实质的觉悟才能解决问题，是不是？好，那我刚才一谈到，当你把无常看成错误的时候，就会产生把涅槃看错，把世间有为法看错。因为如果你认为无常有另外一个，那无常变常，那常变无常。因为你把常跟无常混在一块，无常如果是单独存在，请问这个无常到底在不在？如果在，无常离开有为法而能常，那表示它不需要有为，不需要因缘，就独立。所以无常法变存常。我们早上也特别提这个概念，你要注意，什么叫常？不带因缘的才能常，凡是带因缘的都无常。所以这个是佛法很重要的观念，凡是众缘生法，你就不要用固定的、执着的、不变的角度来看你的，看它。同样，这个态度一旦有，看待世间、人世间、内内外外一切事情，都必须保留开放的。为什么？因为它无常，因为它无常。所以这个观念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好，那如果没有的话，你的一个认为无常，包括我们讲因果观念，我们的因果观念，因跟果的关系啊，这个都是，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应该了解一下《总论》。因果报应，我们都深信因果报应，但我们不是很清楚什么叫因果。我们认为时有因，时有果。讲时有因，时有果。比如说，我们这样讲，杀人是不是一定会被杀？这就有意思了。杀人不一定会被杀。那教会破坏因果？不是。杀人之后要被杀，要靠因缘。
因缘不具足会被杀。如果杀了一定会被杀，那修行就没意义了。为什么？反正造的业就会不掉了。所以那我们修忏悔有什么意思？我们修行意义就不见了。为什么？反正造的业就免不灭了。所以如果杀了一定会被一定被杀，表示因果是自性法，不是因缘。那可是如果我杀人，功能是不是在？那我忏悔功能是不是在？杀人的业跟忏悔业合合，又看什么结果了？一切都是讲缘起。所以很多人在讲因果观念，并不是很清楚因果。如果不从缘起，我们谈无常就变成这个中论里面针对这一块，就包括我们今天这样谈的都谈过了。我们在说世间是无常，哦，我们认为啊，比如说我们的世间讲常说，世间实在是无常。结果我们把这个无常，并不是从缘起去谈无常，却认为世间实为有因无常。这个讲法跟世间执着常，跟世间的执着无常，都是错的。所以我们讲无常并不是独立有一个无常，是从众因缘生命变化当中说有无常。好，那所以说我们在讲什么叫极灭之道。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讲涅槃是什么叫涅槃，有没有一个叫涅槃的？哦，那这样修行修到最后没涅槃，有没有涅槃？经常讲无苦集灭道，那到底有没有涅槃？如果讲无苦集灭道，那你修行到最后断灭，你说有苦集灭道，那变常见；讲无苦集灭道断见，哇，这个念不写还好，被你一讲全乱了。所以这个东西一开始全部问题都全包在里头，有没有四圣谛？心经说无苦集灭道，那没有，那你为什么修？你说有苦集灭道，正如中论所说的，如果苦是真有，怎么灭都灭不掉。那如果苦自己有，就不需要因，极地也没有。如果苦是有，灭不掉，何必道？那苦如果真有，灭不掉，灭。这么一讲是真有苦，那什么都没了，完了。那四圣谛没有，圣者也不会出。那到底有没有？哇！所以你看，我们是听了多少年啊，就是从来没有好好搞清楚。所以如果要了解苦集灭道，必须从缘起。有没有苦集灭道？就是里面有没有？有，对吧？你早上讲有，但有没有？没有，你们的有是这样的因缘有，不能说没有。但仔细看那种独立存在的禅法的你有没有？就这样，有没有因缘和合的方便的苦？但这个苦能不能灭？可以，为什么？因为它无自性，无自体的苦集灭道，有因缘安立的苦集灭道，有没有？那即是灭是什么？灭不是另有一灭，是因为苦集灭叫灭。苦集灭叫灭，若苦集本可得，灭何所得？所以后来如来知道这个道理，就入无住涅槃。无住涅槃意思是什么？我今天只是证的如来这个诸法实相。如来以诸法实相并没证解，只是觉悟而已。而我今天在学佛的，不过是随佛怎么去觉悟，我本质也具足。为什么？本质即灭。那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学跟着的佛？各
对一个我们所执着的东西能觉悟几分？在这里，地大家在扫，扫得清净的坎坷人口，对，睡觉大家都睡，睡得清净的也不多，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苦集灭道有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因为这个道理，我们就会安立。包括我们讲戒嘛，有没有一个固定叫做戒？戒嘛就是道地嘛，如果无苦集灭道，道也就没有戒就没有。但为什么有不同的戒？有八关斋戒，有三规戒、八关斋戒啊，有这个五戒啊。有声闻戒、菩萨戒，这个戒法，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不杀生，你不杀生，我不杀生，请问它是属于哪一条戒？我不杀生，五戒、八关斋戒，请问你现在持的是哪一点？哪一点？我同样不杀生，请问我现在是持什么戒？你现在是持哪一边？我不清楚。如果我在这个持戒当中，我以圆的菩提心，我同样外道也在修不杀生戒。但我带了几分正戒，依什么因缘而修这个戒法？这个戒的内涵不同。你布施，我布施，大家布施，凭什么你的布施是属于菩萨戒的布施？就像你布施，你执着有布施。假如我布施不执着有布施法，就像经刚才讲，不住色身香味住法行以布施，这是菩萨布施。同样布施啊，动作都一样。同样是一个戒法，我今天是源于怎么样慈悲心，以智慧心观察，而不行以杀生业，这是菩萨戒法。这是菩萨利益戒，这是菩萨饶益有情戒。所以不愿你随着不懂，包括我修禅定，我缘什么样的发心，缘什么智慧修禅定，我的禅定可以通世间禅定，可以生为禅定，也可以是无上禅定，缘起的，没有定的。所以如果懂得这个智慧的人，他在就像有智慧的人，谁做一件事情能积极广大功德，没智慧的人忙跟大家一样忙，收入有限，不会经营啊。你一天24小时，人家一天赚的可比你多啊。人家一天像那些有，你看那个比尔盖茨，他们随便做一下，他们一天就这样做的，都没干什么事。你看那个网络啊，他创造商机，他有没有在生产？他没生产，他只是提供一个网络平台，每个人使用他就扣一点钱，扣也不多，但因为太多人用，做 太多人使用，那个老板就坐在这里，账号钱就一直进来，但没扫地，但没拿出口，他什么都没有，他钱就一直进来，只因为他脑袋好。那广义财源，那我的死脑筋。你就拼命干，你干干一辈子都没有人家一两天就做起来，你那是一天就把你的一辈子赚的都赚起来，那不公平，有公平，谁叫你笨？笨也很值钱，为什么笨很值钱？因为笨不会亏钱，所以他很值钱。你干嘛？你不懂啊？所以为什么修行人他知道说下手处在哪里？你看人忙老半天都是有为，都是生命有漏，我可以在现前当中依佛法所思维，刹那之间以挤牛奶的刹那前当中，我成就无量功德，
而你可能近好几辈子都没办法这样的。所以这始终都是一个修道的路程跟正见。对，好，我们看。所以如果你执着无常，就有为法之外有个无常，就会把有为无为混乱。那有为无为混乱了，变成有为等于涅槃，无为等于瓶子。有为等于涅槃，有为变成常；无为等于有为，无为变成灭掉了。好，把有为等于无为的话，那有为就像涅槃不会坏；无为等于有为，就像瓶子，那涅槃变成会坏掉。所以你要知道涅槃为什么不会坏。因为涅槃不是一个法，空为什么不会坏？因为空又不是一个法，空是从觉悟当中体会。涅槃为什么不会坏？涅槃不是一个相应带的有为法，涅槃是从一有为法当中观察无常性，即灭它的颠倒，降伏一切妄想分别，名之为涅槃。它不是一个可取可得的一个法，它是即灭烦恼而证的。那这个证得的东西，不会说得了涅槃以后又回到众生。为什么？涅槃法不是相依因缘而得，涅槃是什么？靠缘起，但不靠缘起。你们听懂？这句话其实我们经常在一路上上课到现在已经讲过很多。我们是以从缘起法提升功力，对不对？从缘起法提升功力，离开缘起法不得第一义，对不对？你们也知道。但缘起法等不等于空？对。缘起法不能离开一段，涅槃不能离开缘起，但涅槃不等于缘起。要得涅槃意义，必须从缘起提升，但缘起不等于涅槃。这样子的，我们从缘起当中了解啊，缘起无自性。那缘起就是讲众缘，空是空没有因缘法，空是在众缘当中的一种体会啊，空是众缘法当中没有自性法的，这个叫空义。所以空不是东西，要认缘起是众缘，所以我们是从众缘体会空，但空不等于众缘，要知道。是不是这样能知道啊？所以，你看啊，若无为，就是我们讲，若有为以无为合，无为合故则瓶不可破；若无为以有为合，有为合故啊，则涅槃可坏。这都颠倒，而这个颠倒都出在问题，出在你把无为看错，你把有为看错。你把无常看错了，你不知道无常其实不另外立法，是一个法当体，从众缘当中观无常。好，所以那讲这个道理，我们好像觉得还可以，有的人觉得没什么问题。但这个结果想说，我们观空以为观空可以坏执着。我们去观空，有空让我观，那坏执着没重视，是观缘起才能觉悟，觉悟它不可得，所以这才叫观空。所以一路上好多人问你，随便问，很多人都在观空，但这个观空只会增加愚痴。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从缘起去体会空。所以在这里跟大家特别提醒了，我们很多人观空，又是另外一个维系的问题。很多人观空，他也会知道离开世俗地不得离地，他也知道因为这样得到空义，所以当他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就把众缘生法不可得的空义啊拿来。就找上面贴到这个境界，
就是他知道众缘生法为空，然后就说这个是众缘生法为空，这样对不对？因为你只是把概念用上去而已，你不是直接觉知。我跟你讲众缘生法是让你提供你什么角度，并不是把这个概念就死死板板的众缘生法是空，所以它是众缘生法是空，不是众缘生法所以是空。我给你这个道理，所以你开始要看众缘，看众缘的相依，所以果然是空。这是一个很维系的，很多人，我刚才讲，很多人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有很多人就直接观空，那这个就容易愚痴。这一块有些人教理有学，他知道要观缘起，因此得空，所以他就把缘起悟空这个道理也学了。然后观的时候，其实整套就这样贴上去，没观缘起，就是把道理讲硬粘上去了。所以如果不了解，他说对啊，众缘生法，你怎么问他都会答。问题是正在抉择的时候，他只是理论，他没有在抉择，有没有听到？他不是实际上从缘起去抉择，他是把缘起悟空的道理只是塞进去这样，所以不能成为真实之缘。这是在我们一条很多虚火的人啊，他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他以为他讲的道理都是佛法，但他在抉择的时候不是因，他是概念追寻概念，就是一路上都是概念对概念，概念对概念，他没有真实的抉择。所以我才会讲说，我们的智慧是佛法告诉我从缘起角度可以得到空义。好，那我现在开始从现前我的身体，我开始观察看它的缘起，所以会得到佛事先跟我们讲的必然不可能。那道理给你，方法给你，然后透过实质的抉择印证。好，应该了解，不然这条路会断掉。这比较你比较细的去体会，有你在运作的时候啊，你不需要对这个道理清晰，或者的话，你会被你的概念给蒙住的。教理都对，就是运作上根本不是依教奉行。这样有没有听到？这比较细，是不是？如果没点出来，你大概就我就是关了，没有，你那个关不是这样。好，若不义者，则一切法不可坏，如涅槃非缘生故。若知诸行非缘生故，不欲虚空涅槃者，则有为无常。你看，如果有为无，它是顺同样的路。若有为无为，到底有没有想，有没有意？啊，则一切法不可破坏。为什么有为法跟无为法如果一样的话，那有为法等于无为法哦？有为法是不是等于无为法？一开始会搞不太清楚，我一个一个，因为现在，你们都学过，现在还好，我是慢慢讲哈。如果之前我们在讲研究，我是一口气全部打在一块掉。为什么？因为过去我们都按科班这样学，越来都很懂，懂到最后都很执着。我们有时候必须全部混在一块，让你综合运用。这时候不会听法，听到执着法。我这样，也许如果没有实际应用，你会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我们学院像不像，听也够多，听到一块一块，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把所有教理一口气拿起来，全部应用。听起来会比较混沌，
但如果耐住性把它听懂，你才不会让一切法听完了以后变成执着。所有佛法都是帮助你让你的知见更清净，是活目，是懂目。好，那我们现在有为法跟无为法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差别？没差别就有下面麻烦，有差别也很麻烦。拜托，看起来不要上课，我让他们不上还好，上了就忘掉了，这是常有的现象。耐住性，不要紧张。如果有为法跟无为法完全一样的话，那有为法等于无为法，那有为法还会不会生灭？不会。从有为法，假如有为法跟无为法都一样的话，那我们从有为法的角度来看，有为法等于无为法，换句话就是我这个有为法不会生灭。从有为法的角度来看，我如果无为，我从无为法的角度来看，我的无为法等于有为法，我这个无为法变成生命。从有为法的角度来看，我有为法如果跟无为法一样，我这个有为也不会灭，乱掉。所以有为法跟无为法有没有差别？有，对。可是问题，离开有为有没有为？没错，离开有为才有无常意，不，即有为法的一切行才有无常意，对不对？这个无常的空意就是无为，但不等于，你把它等于就出问题。是我从一切有为法当中体会无为，我体会无为，所以这时候我是从有为当中体会无为，从缘起当中体会空，但空不等于缘起，对不对？所以无为法是在一切有为法当中体证它的法无自性，这叫无为。所以无为法的空义是不是在有为里面？但不等于，对不对？因为有为是就诸行的生灭造作，这有为诸行造作，而我在诸行造作上看到生灭的时候，我体会里面无自性，这叫无为。所以我们对无为有为它不能一样，但离开有为也不得离空义，乱一块一下就恢复正常，这样就比较清楚。不经过这么一乱，你就会把它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不一样一样弄到最后，现在是不一不一，这样比较清楚。所以脑筋动一下有点累，但一下子就恢复正常了。经过这么一个转折，这个身段就开始柔软了，但以前都是有为的是有为，无为是无为，弄个老半天，结果有为。我们说有为无为相异，不一，但我们也知道有为无为不异。但我们一般来说，有为无为是一，有为无为是异，我们就比较表面，一就是同，异就是差别。弄了老半天，你一下说同，一下说不同。但如果站在缘起的道理，有为无为，不一不异，是吧？你的世界必须透过这样，你能该安立就怎么安立，比较清楚。所以我们知道啊，我入于空义不动摇，那我如何入空义？正是从现前缘起里面去觉悟而入于空义。一旦我入于空义，我不动摇。世间法没有不动摇法，唯有波折，唯有空义才能不动摇。世间强取空，强取不动摇法，那是自性法，无自性。所以佛法的自性不动摇的法在哪里？其实是在灭除一切妄想颠倒，取得。觉悟到一切法无自性义，这叫如如不动。所以不是有一个叫如如不动法，
是因为我从众缘起当中观察一切法不可得，以此知道它毕竟空寂当中实无法可得，因此如如不动。所以时间在种种变化当中，你怎么不懂，就觉悟才能不懂，就了解它的真相的才能稳定。所以随着我们对世间法的觉悟，你就越来越能自在。为什么？你能不动。为什么会动？取着它就动，不取着它，它不会动。所以我们一般人啊，假如缺少对佛法的实际观察，就始终会呢随着境界飘摇。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用功想修行的人始终不得身心安定。他虽用功方法错误，有心追寻佛法，但不得力啊，找不到药，处处寻找啊，踏破铁鞋如觅处，其实将你安心下来。就怎么样？这就不用你辛苦了，就在眼前，得来前不费功夫。然后比这个道理要你先。那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道理确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一路修学，我们第一个建有没有建立的稳？没有的话，我们这样的修行有没有安住在该下手处？你想想一下。那如果你不是真正找对方法观念建立，那你今天修行到现在没感应，那不就理所当然？所以我常讲说，修到这样没感应，还好没感应，你知道我的意思？因为还好没感应，表示果然错的就不会感应。但我现在知道了，从此之后会感应。之前我错还会感应，那佛法就不稳定。之前我不理解方法错，所以没感应，这是正常。因此，如是因如是果，我没有如是因，那不会如是果。所以我知道我之前修行没感应，正常，应该如是。所以从此之后，我将走对路，必然感应。所以对三宝、对法就产生一种很真实的心受。因为没感应，所以很轻松，很有意思哈、哦。走到最后变成这样，因为没感应，我不相信，因为我知道我之前的方法错了，我的之前方法有部分对，但不完整，所以不能真实感应。当今我对这个法实践建立之后，只要方法走对，必然是如是因，如是果。一分一毫不偏差，是不是这样？那我们看，啊，那个，如果有为法跟无为法一样的话，那有为法不可破坏。为什么？它就像跟涅槃一样嘛，不是原生的，啊，不是原生的。那如果若诸行会因缘生，不欲虚空涅槃者，则有为法不明无常。啊，所以有为法之所以一切诸行之所以无常，正因为它因缘生，因为它因缘生，所以它不安稳，所以它就会变动，这叫无常。从无常里面看到空寂，看到空寂。好，若诸行非因缘生是无常者，则虚空涅槃不名为常。啊，你看啊，若诸行非因缘生，若诸行非因缘生，那诸行就是常。但你如果偏偏还要坚持无常，就诸行非因缘生还是无常，那换句话就是说，非因缘生还是无常，那涅槃非因缘生，那涅槃还是无常。那涅槃就会不见掉了，左右看都不合法，
左右看都不懂。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这个道理啊，你看啊，所以这里面提供的一个观念啊，有为无为啊，我们说有为，有为法之所以有为法是众缘生的，众缘生法就不安稳，所以它无常，所以无常意思就是不稳定生动，因为它是众缘法，所以一旦是众缘法必然不稳定，就无常。只要众缘法是空，所以你看啊，无常跟空是不是一致在一块？众缘法，众缘法，所以无自性，所以空。众缘法因为众缘故，所以不稳定，不长稳，不长恒，所以叫做无常。好，那唯有怎么样？不是众缘法才能长，不是众缘法才能长。那请问世界有没有不是众缘法？所以世间一切诸行皆无常，因为找不到不是靠众缘，对不对？好，所以我再反复一下，那涅槃是不是靠众缘？讲过了，涅槃不靠众缘，对不对？所以涅槃是不是常？是，有先把它说掉，涅槃不靠众缘，所以涅槃是常，对不对？因为我经常用反的，你们现在不敢回答了，是不是？好，我现在是从另外方面，只要是众缘法，就不自性叫空；只要是众缘法，因为是因缘合而生灭，所以叫无常，没有稳定。所以如果要稳定不会动摇的，就要不靠众缘，是不是？不靠众缘才能长，所以涅槃有没有靠众缘？没有。所以涅槃是不是长？是。请问涅槃有没有独立？那涅槃是什么样子？对，好，我因为这样讲，大家比较清楚。因为我就是陷阱在后头，前面没陷阱，尽量踩没关系，但后面一踩就会摔死。这个说很有意思啊。重点法，一旦重点就是靠重点，就是不是自己独立，所以无自性。无自性的意思就是空，因为重点故，所以生灭，所以叫无常。那如果要长，一定 不能靠重点。对不对？所以不靠众缘的才能长。那涅槃有没有靠众缘？没有。所以涅槃是不是常？是。那请问涅槃是怎么存在的？是不是独立有一个不靠众缘的独立的涅槃？不是。那涅槃我怎么出来？是从众缘法当中习诸妄想颠倒才叫涅槃。所以这个不靠众缘故是独立一法，因为空意是讲，懂吗？所以这个涅槃有没有独立法？没有。涅槃是因为我们知道一切法，你知道，仔细听啊，我们因为涅槃是不要靠众缘才能觉悟。当我觉悟之后，我这个觉悟有没有淡缘？没有。是这个觉悟的涅槃不淡缘，但要得涅槃之前要不要淡缘？但这个涅槃的言语道断心行出现，是不是不淡缘？所以这时候在讲涅槃的怎么样？它是不淡缘的，它不是此生彼生的，它是了解此生彼生不再妄想或被习诸妄想的不待缘，不是独立有一个叫涅槃，其实是引出一切妄想，借着一切妄想，借着一切有为法修行觉悟之后，不再颠倒妄想的这个觉悟性不待众缘，所以叫涅槃。
并不是有独立法，其实是对有为法的觉悟之后的不待遇，是的。他的体会，他的证得的涅槃不是靠因缘。如果证得涅槃是靠因缘的话，那因缘具足涅槃，因缘不具足又回复众生，不是。所以在这里讲，要证得涅槃，有离开缘起吗？不能。所以在修证过程，能不能离开缘起？不能。但证得之后，是因为他觉悟缘起法，他有没有在缘起法起染着造作？没有。所以他所有所得的智慧是不待缘，所以他成就的这一份因缘，这种体证是不待缘，所以一旦证得，不会再求生。这样知道吧？有点转来转去哈，但这个转来转去会可以把我们前面学好的一口气这样经过这样绕一下绕一下，是不是会比之前认识的稍微更深刻一点？有没有？你看才用几分钟就这样，多省事，辛苦一下是辛苦，一口气就跳过很多。不然如果别这样讲，以前都是好像也懂，但就没有把所有观念凑成一块，凑成一块充分的消融去理解，变成我们理解都是片段片段，是不是这样？我常讲片段片段就是这个意思。当你有比较理解，再回头看之前的理解，就知道就是一块一块。当然，现在是不是消融了？我还保留了，不过应该是比之前好一点。啊，以前筋骨僵硬，现在有运动，稍微柔软一点，是不是？当然做瑜伽那还会比呢。现在如果勉强做瑜伽，断掉，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一个一个这样的厘清。我们对于观空是知道应该哪里，我们对于正德念意是怎么样，是不是也更加清楚？所以苦集念到了，这边说一个顺着缘起再看，没错，不容易的，因为你们现在没机会问他，如果有机会问他，那这样会更确定。所以如果你们有疑问，先记下来，晚上他会这样的一个反复琢磨一下。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对我，因为你们过去都有一些底子的，那有这个底子再来打的话，就比较容易把那个规管通。但如果没有一针对一个问题，将所有观念汇通来思考，我们的观念会是一段一段片片段段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啊，就说有没有长没长，有没有长其实有长，对。啊、有没有空？有，你看又掉入常，就观空就是常见的。观空是个断面见，但他在观空有空隔观是常见的，所以他在观空里面是落了两个见，一个断见，一个常见，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在观空是落入两个错误里面，断常见都有。好，我们接着看。好，知道了。好吧，没关系，因为这个观念呢、啊，其实都是同一个味道。好，但这个同一个味道，它用一个简单的计算，好，来看。当然，在语言上，如果你这样看，有时候好像也很容易，好像也可以懂。但我讲说，这个懂必须要融到其他教理的会通。所以融到教理的会通，就是说，你这个无常意、这个空意，其实并不是指其，应该是它就是一个般若意。所以一切法都是这样思维。我们谈的是一个理则，但这个理则要是能通，再解读其他的道理，都是站在这个理则。所以说我想说，要理解这个，必须要很清楚缘起法，否则光单独听这个方面，这个东西啊，很容易掉一点去，很掉一点。所以我们当初才会花很多时间针对缘起，因为这样才能，不是光这个理，光在这个理导那
我如果这样带领，很容易带入概念上，不断就进入一种想象当中，好像懂，就纯粹理论在思维，但就不能将这个道理称为实质的抉择智慧。那就是说，进入不同的领域里面，你这个这现在得的这个智慧，不能成为，不能支持你去抉择其他，好，我们休息一下。